这个沈惠宏是执政党的新竹市市长候选人，是的。他要在10月，但是全台湾第一个在选举过程中要到地检署当对，被告，直接被告诬告，而且要出庭。对，嗯，被告一定要出庭啊，对啊。被告第一个法律上规定一定要出庭，但如果沈惠宏没有出庭的话，无正当理由不得请假，抗船啊，集居啊，对，他预传集居，对，预传集居，他就要出院去拘提他，所以现在下面一个议题呢，就变成沈惠宏如果在28号的下下午午三三点点，钟到新竹地检署来报到的话，来当被告出庭的话，那我们。他有两个可能性的哈，我现在要请网友帮忙的。第一个，我认为他有可能会请假不来，那请假就是无不正当理由不得请假。那如所以，我们现在请网友帮忙来盯牢，请新竹市的网友帮忙盯牢，看他看有看没有沈当惠天宏。很重要的事情。哎，不是，看他28号当天有没有去选举，选举是非正当理由。如果28号的下午3点钟他在新竹市跑行程的话，请立刻帮忙用 iPhone 把它拍下拍来，下存起来，来，上传拍寄给吴子嘉。对，然后呢，拍下来寄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 FB 都可以收到。然后下一次呢，我就要请新竹市检察官呢开传票来拘提他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如果赖皮不来的话，就要把拘提到案了。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的第一件。如果说沈惠宏第二个情况发生，他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，他就会在10月28号下午3点钟立临庭接受当被告接无受侦讯。正当理由不可以请假不到庭，所以如果他当天还浮选，或者跑自己的选举行程，或者跟什么地方头人会面，那就是无正当理由不到庭，那抗船集居啊，就看新竹地检怎么做啊。你这样明显是这个不愿意到庭，有非常严重的司法问题。所以我在这边就特别呼吁沈惠宏啊，就是说市长参选人，请他当天准时到新竹地检来接受当被告身份接受侦讯啊，这是当天第一庭我们要开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认为他也很有可能他当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，因为你要当新竹市长，然后你不守法的话就很难当嘛。所以我判断他应该很有可能会来接受新竹地检署的，这个被告的诬告被告的侦讯，应该会到庭的。那你会不到会庭的去话，嘞？你会不会去？我当然会去啊！我在当天28号会跟检察官申请要传柯文哲出庭作哎证。呦，开心了！柯文哲最近常翻车啊。那柯文哲可以领证人费500元，哦，现在变成回力镖打回去了嘛？对。回力镖打回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麻烦，因为啊，候选人当被告很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是。候选人当被告非常衰，然后候选人当被告又出庭更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妈的，你要好端端选举是喜事嘛，快快乐乐选举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新竹搞得他妈瞎搅和，反正我跟你讲啊，只要被柯建铭碰到的事情呢，都搞得乱七八糟的。他的人他就是喜欢瞎搅和嘛，然后现在搅和到现在变成回力镖出来了嘛，变成沈惠宏当被告嘛，沈惠宏当被告七告八不告，搞不好被判刑呢、欸。公务员被判刑，他取消资格，他完蛋了他。因为我敢告他诬告被告，原因就是他在当时庭上已经收回。他已经说，因为他原来告我什么，讨官对，嘛，说说我你在讲公开，讨官，这叫什么？求官求呐、啊，官求官，求官，求官嘛。他说我求官嘛，结果他的律师在当庭的时候把"求官"两个字收回。哎，可他记者会都开的哎，就是他都对对外啊，公开讲了哎。哎，那也没关系。我告诉你更离谱好不好？
检察官当天还念给我听呢。我检察官，我检察官，我到底是你告我什么？我要知道一下。检察官念给我听的，你说他求官，他什么要不要一大堆的，我一听要昏倒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的全文里面没有讲到求官两个字。那换言之讲，检察官的案卷里面，他也没有去把那个影光碟片看一遍啊。对啊，那个检察官就把哎，他写我以为他进看去。过嘞。他不对啊，照讲，检察官应该先检视双方的犯罪事项嘛，犯罪内容嘛，才能够开传票嘛。结果发现检察官根本也没看嘛，就啪噼里啪啦开了传票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当时检察官有点这个太过于冲动了嘛，太过于冲动之后，结果对方的律师在庭上当庭哦，哎，我这个说回，我们被这个澄清一下，他没有讲求官，他没有讲求官。你说不是荒谬吗？那我问你，那你报他诬告？那当然诬告啊，他都收当然回了，就是之前在公开场合也指控了，那搞不好还可以对告呀，他对诽呀，谤嘞，我都没讲你求官，你说我讲求官。诽谤不成立，他没有讲我，不是我诽谤不是不容易成立的。不，我现在意思就是说，这整个事情是个荒谬的事情。反正这个，然后你看类比，现在打高虹安也是一样嘛。你觉得有比例原则吗？不合啊。也是每天乱打，这跟狂轰乱炸不是吗？他对。现在做法上就是狂轰乱炸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批人很粗糙，你懂我意思没有？这一批人非常粗糙。本来我们两个就新竹去完之后，我们更不想再谈新竹，因为新对，竹不是重要嘛。结束了嘛？他才40几万人呐、对呀，他这么小一个城市，我就想那个干嘛呢？啊。结果柯建铭天天搞嘛，所以民进党的好朋友跟我讲过，他们在党中央反对柯建铭这样子干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个笑话，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？你知道什吗？么？高刚刚到新竹的时候，民调几趴，你知道吗？很低呀、啊。2%，现在被柯建铭打成32%，2%，你2%打他干嘛？2%打到32%，柯建铭脑筋坏掉，脑筋进水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每天欺负高虹安嘛，天天打他嘛，这两天又资策会进来当他妈帮腔嘛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资策会进来当这个侧翼啊，也不是侧翼哦，没有就叫直接指爪控，牙，爪叫牙比较合理，爪牙进来直接咬了嘛，直接咬高虹安嘛。